在云南省曲靖市三堡找了一个占地20亩的鱼塘，鱼塘旁边有3间房子，这个房子呢也可以租长期，做农家乐都可以。这个鱼塘的深度也蛮深的，最深的地方有2-3米了。它现在有些鱼呢已经抓掉了，现在池塘是空着的。鱼塘一共有3块，3块加那个旁边的地加房子有20亩，远处是山边，这周边的环境非常好。距离三堡温泉有2公里左右，距离桥头有1公里多，坐公交车也是1公里多，到曲靖的市区有11公里，到曲靖市区开车过来也是10-20分钟就可以到这个鱼塘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眼前这块最大的鱼塘呢，它已经抓掉了，现在下面还有2块小一点的。看到旁边这个梗子呢，也是房东家，他是车也可以开进来，里面长了很多杂草。如果需要种点树啊，或者这个地方做个农家乐也可以。看看周边的环境，远处就是山边了，天气也不错。从这边呢到高速入口也不远，也是几公里。到三宝温泉啊，泡个温泉也是2-3公里。门前那边就是一条主路。现在看到左手边呢，这边是林一家另外一个养鱼，在这边的。它这个净水排水都有，旁边有河，有南盘江可以把那水引到这个地方来啊。远处就是山边，那边就是村子里面。在鱼塘边上，这边前是用竹子跟那个果树围起来的，这边就是鱼塘，它水还蛮清的。那边还有个小房子，在鱼塘旁边那边还有种了些樱桃树，然后这个门前就是一个停车场，停车场前面呢还有2间小房子，然后后边就是山边，看这个路很宽的。这边它水质是没问题，你看那个水呢都是很清很清，还有水藻的，上面长的绿色这个是浮萍，就是浮游植物。门前这个场地呢面积还是挺大，现在这个房子门前场地还有很多。如果有需要，像隔壁邻居这个用点简易的这种这个棚子或者是简易房，可以放在那个鱼塘边上或者怎么样，做成农家乐做成什么样都可以。它现在是水电已经全部接通了，就剩下那2间房子，一间房子有20平，2间就是40平左右，剩下这3间呢还是租掉了。门前就是这片鱼塘了，这边还有一条进去的路，进到大棚那边。这边是有点朝西边的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三宝温泉那个位置。好了，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房东呢最好谈的是24000一年，但是租金2年一付，如果是26000一年的话，就租金1年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阿海，现在晚上6:30，我们来农村看房。这个房子2层一整层的，有3室2厅一厨2卫的房子，家具都比较齐全，房东也可以租，416一个月，5000一年。下面门面呢房东说也可以租的，他后面还带菜地可以使用的，看这边环境挺好。他门口这边呢是有商店，有便利店的，还可以取快递，到市区的有1公里多一点。然后这个位置呢在珠江堰古镇侧面后面一点的。房子都看着外观蛮大的，房东说这个2层他们现在住着，如果他租出去他就搬到5层或者6层住，他3层4是没装修的，他如果下面的房子租掉了他可以装修3层4层。然后房子旁边呢是打了一个水井，他们这边呢还有一块菜地，种了一些果树，一个石桌子在这里，门前是可以停车。他1层的铺面有120平，2层呢130平。现在我们在房子后面，房子后面这2块菜地都是房东家，说租客租这个房子按年租的话，他给一块菜地给租客用的。从取快递到这边就50米，有很多老年人会在那个下面打牌娱乐休闲呢。现在下午6点多了，快7点钟了嘛。房子说这个门面房，他1楼也可以租，1年就是4-5千块。他堆仓库啊，你看这么大的货车也可以开进来，这个面积也挺大的，有120平。然后他们平时做饭是在这里，后面一个卫生间，后面就是菜地。这个房子房东装修1年多，楼梯扶手还没装上。右手边是柜子放了东西。左手边呢这边是一道大门，主门呢。这个门呢有1.2米宽。这个房子看着装修蛮好。看左手边这边是厨房，宽度有2.5米宽。下面是橱柜呢，还没做过饭吃呢。这边是油烟机。这边洗手台。看这个门前的视野挺好的。从房子进门的右手边看过来。这边是干湿盆的卫生间，这边洗手台镜子，然后灯泡的卫生间，卫生间蛮大的，上面洗澡是用太阳能1把。房东说租这个房子他冰箱洗衣机电视他要搬走的，搬到6楼去住。这边是木头的木地板。现在往这边看过来，这边是现做的柜子，这边是餐厅的，有餐桌桌子。看这边的视野，下面这边呢是一片果园了，
旁边这条路，从这边过去呢，就是南盘江，也几公里。电器是不在这里面，基本上拎包入住的那些家具是在这里面。往这边过来就是客厅，有40平左右，沙发蛮大的，3米多长。然后他们电视是要搬上去，网线是留在里面。这边还种了些风景。然后这边是按摩椅，他们要搬过去，他们自己用，因为他们都是儿子孝顺，他们都是买的家具都是买新的嘛。到时候他们自己搬到楼上，楼上是没有家具的。往这边看过来，这边是一个主卧室，然后下面是木地板，这个床是1.5米的，这边有个衣柜，他们两夫妻的床也要搬到楼上，这个房子留2张床在里面，像这个衣柜呢，它是留在里面可以用的。这个房子是2个卫生间，这是主卧的卫生间，蹲的可以洗澡，也有通风的。看房子对面，对面也是木地板的房间，只是他们还住着人，所以放的东西，这个床是1.5米的，有2个衣柜。到时候能用的衣柜他们就搬上去，到时候有些租客用呢，他们就留在下面。这个房子刚刚问了房东，那个水电，电费呢是8毛1度，热水冷水是用太阳能的，7块1方，租金年付，这个算下来一个月是416一个月，一年付就是5000一年嘛，水电自己付。然后网线呢，他是绑定他儿子的手机，他说租客用的话，一个月给他20-30，就可以租客用这网线嘛，如果是租客自己拉也可以，他们就把网线牵走。这个是房东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，现在云南七境在一起来农村找房，在距离市区1公里的地方找了农家院子，院子有50-60平，是3层楼，还带菜地。房子呢，它有家具，收拾收拾呢就可以入住，里面有冰箱、洗衣机啊、床铺那些都有，住几家人也住得下。房子后面还有果树，有块菜地使用，看周边的环境挺好。从这条路直直的出去100米的位置，那边是主路，往右转1公里呢就到市区。这边的是村边的是邻居呢，唯独这个房子呢是在村边上，然后这个院子也比较大，是一道大铁门，中间是有围墙，这面种了点风景，下面有一条沟渠，把邻居间分开。他这个房子后面还带块菜地，院子里面种了果树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环境呢，这边是一个养殖房，这一大片地呢是房东家的，他带的话只带在这个后面。哇，这个里面好多这个野生的枸杞啊，看看全是枸杞，这个在路边都是野生的。前面这边呢是种菜的，看这个风景视野呢是挺好的。旁边就是玉米地，房子呢是3层，这边是有接通了网线，好，网线就可以拉到房子里面的。这个房子呢是水电自己付，门口路也蛮宽的，还有3-4米，大车货车也开得进来了，开到这个院子里面。现在看看院子呢，院子进来这边有50平左右，看左手边呢种了很多花，这个花也蛮漂亮的，还有多肉啊。这边还种了橘子树，这个橘子看它长得蛮大，应该没熟。这边是有压水井的，这个水井可以用。这边是上楼，看右手边呢养了只小狗在这里看家护院呢。然后这边呢是杂物房，可以放东西。这边呢是杂物，之前的养殖房呢，它卫生间是在这里是蹲坑的，但是抽水没有接上，要自己拿水打水来冲。看看房间，从这边看过来嘛。这边是一个洗澡房，一小个浴缸在里面是泡澡的，上面有楼顶，太阳能是坏掉了，也是不能用。这边呢是一间灶房，农村老的灶。这边进来呢还停一个摩托车这里，然后这边有柜子。一层这边呢是2个卧室。如果是有人租的话，他妈妈就搬到跟他儿子去那里住了。这边是个客厅，这边也是个杂物。从房子后面这一条菜地种了辣椒、薄荷，然后还有椿树，那边是杏子树。这一条呢对着房子，都是给租客可以用的，包括在里面。看这个土质蛮好。这边过来也就是一个厨房，像看到的洗衣机、冰箱啊，这些用的东西，房东都可以留在里面，给租客可以用的。这边还有油烟机的。如果要用燃气的话，自己租个燃气罐，自己接通了灶呢就可以用了。这边一个纱窗，2道门进来，这边就是一个客厅，有个家具是实木的，凳子。这边就有电视柜。现在我们往楼梯接上2楼，3楼它是没有装修，只有2楼呢它是装修过，但是没有贴地板。2楼也是搬出去好多年，它没住了嘛。这边是一个小露台，过来。随便打2间房子看一下吧。进来下面是水泥地板，
这边是三间卧室，这边也是一间水泥的，这边还有一间，每间房子都有窗户，都有门的。现在打开了一间，我往这边看，这边还有几间呢。这边是下面贴了瓷砖的，蛮大的，20平。这边也是贴的瓷砖，长长的，跟下面的客厅是一样大的，是比较长的那种。上面的房子呢，因为它没装修，我们直接到楼顶嘛。这边还有一间，门是锁着的。阳台出来看看，这边是长形的，L 型，这边就宽一点。它这边风景啊，视野蛮好。这个太阳能坏掉了，不能用热水，要自己修缮一下。看看周边的环境啊，远处呢就是山边，这边的山不高啊。那边就是主路，这边是人家种菜，租了种菜，下面种了韭菜啊。前面距离高速入口也不远了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市区、斋一区比较近了。现在都下午5点多，快6点钟了，太阳还没落山。在房顶的视野看到周边的环境挺好，绿油油的，比较舒服，也比较漂亮。这个房子呢适合租长期，自己收拾收拾弄弄。这个房子呢唯独好处，房东他母亲住在里面，他生活家具呢就是床铺啊都是带在里面可以使用。有人租这个房子呢，房东就把他妈母亲接到房东那里去住了。这房子呢算下来431个月，5200一年，租金年付。如果是要多租几年，多付几年房租的话，适当跟房东再谈谈，可以少一点。说闲着没事情的话，下面去那边打点零工啊，帮人家摘点菜啊，也可以赚点生活费嘛。好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是阿海，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